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ver 一，我是一名中医师，我从事中医鼓伤已经有8年的丰富经验了，我创办于中医鼓伤已经有8年了。我的治疗中心主要是帮助一些没有医药卡的病人，骨裂、骨断、骨刺的病人避开手术的。我记得我从中国刚刚念完书回来，那时候我才26岁，我觉得那时候病人很多都会觉得我太年轻了，他对我产生质疑，当时的我有一点挫败感，但是我就是用非常多的时间跟他们解释，到最后他们还是认同我的，得到应该要得到的疗效。因为我觉得今天我的成就是因为我的坚持，有时候坚持看起来是有点傻，可是伟大的梦想是要傻傻的坚持来成就的。如果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你，你都必须要相信自己，因为成功的最主要成本是相信。我要感谢我的企业导师 Dr. Kevin Q， 是你让我看到了光，在用我的双手来帮助更加多人，让在出身寒门的我看到了光，用生命照亮生命是我终身的使命。谢谢你让我找到我的使命。我觉得年轻企业家不需要一开始就赚钱，我觉得你必须要想帮助到更加需要帮助的人，只要你帮助的人越多，你自然就会得到你应该得到的，因为你算的不一定是你赚的，你赚的不一定是你算到的。我是 Ever 一，我是 100 MIYE。